我问他没有给你发信息吗？李佳琦嘴下留情。你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你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你现在关机了 ，OK。好啦，我们的 YSL 来喽。我有点小紧张，我有点小紧张，我有点小紧张。YSL 来了，最新款的，你们期待吗？直接拆包装了，最新款，好期待。你们最近有没有在某个网站上或者某个就是地方种草到过？有没有？我们的测评来喽 ，YSL 最新款唇釉。小助理，你觉得 YSL 的唇釉就是非常有名吗？棒，非常棒。你为什么现在不敢得罪 YSL？ 我一直不敢啊，我为什么要得罪别人？好，他们家出唇釉其实很经典的，你看它其实。有很多的包装，不是包装，是系列哦。他们其实之前就已经有五种，我手上有五种，但要加上今天这个，应该是六种。是的，我拿一个好看点，什么就拿这支来给大家看一下 ，YSL 唇釉已经出了六种不同的质地。要简单说一下。好的，来看一下啊，美们 ，YSL 唇釉已经出了不同的六种质地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试的是他们家最新的一个质地，这个质地我给大家来说一下，是 YSL 的金属偏光唇釉，它是镜面的一种质地，是很水润的，但是整个是偏光，比较细闪，比较适合欧美女生去使用到的。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一款好不好，就全黑的黑管 YSL 的黑管，这款我很喜欢，它是玻璃唇的质地，就很水很水，而且上唇很丝滑，很好上颜色，是这一款。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一款，这一款的 YSL 的黑管是它叫做水光唇釉，它的质地也是比较偏水润的，上色就是均匀不易沾杯的一款，比较说那种就是染唇液的那种感觉啊。然后这一款是 YSL 的哑光唇釉，对的，哑光啊，这一款是 YSL 的一个哑光唇釉，它是哑光妆效，这款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 YSL 家的系列，就偏哑光的，而且是持久，不容易沾杯，不容易掉。然后这个来看一下他们家的近光唇釉，镜面唇釉、它的沉默速度很快，就是粘在你嘴巴上也是不得掉的那种。然后今天我们试的这一款它都什么哑光，也是哑光，黑管哑光，所以它跟这一款哑光是不一样的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黑管哑光。黑管哑光，它叫黑管，它叫黑头，黑头哑光，黑头哑光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黑头哑光，吓我一跳，一个是金头哑光，一个是黑头哑光，你把你做烂了要。哈，来了，试色开始了。哎，一看平时手速就练得非常的好，手法练得也比较的稳啊。打麻将来了啊。气垫，用随便什么气垫啊，就不一定要用 YSL 的气垫，我又不是广告。嘿，我就要用 Tom Ford 气垫。来看一下，所以它有没有很厉害的东西啊？你用 YSL， 好，用 YSL， 用 YSL， 请你帮我拿个 YSL， 你就拿那个哑光的，你没有 YSL 这里，帮我拿个 YSL 气垫。哎，怎么还有一只？不好意思，还有一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，Oh my god， 一十二个颜色。我的嘴巴好痛啊，我的嘴巴。有没有你们觉得很想看的颜色？有吗？小助理帮我拿下一个盒子来好不好？盒子。嗯，口红盒，口红酱。有没有你们想要看的颜色？211很有名吗？211很有名吗？很火那个书上。211那个书上很火，哪个书上？小红书上就直接说小红书了。我拿一个盒子装一下啊。211很火，我看它有多火。第一支211好色，好来。第一支211好色。没有上市吧？哦，砍刀，它的唇釉的头还是做的是他们家的砍刀的一个唇釉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砍刀头的话，它不是全部的头都是有那个毛的，所以它的沾量会比较的少，就是你沾量的时候更加的精准一点点，这是我觉得他们家做的还蛮好的一点。而它的砍刀头可以很好画唇形，就是那个唇峰的地方特别好画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第一个211号色，质感很舒服，就触感很舒服，它是什么？你说，就涂在嘴巴上好像一层膜的感觉啊，就是它是一层塑料膜在你嘴巴上，你不觉得吗？就很光滑的感觉。
很舒服。很舒服，很舒服。这个国内还没有卖吧？没有，没有。你闻一下，是不是有味道？闻一下。你不要天天带弟弟吃这里蹭流量啊！你没有味道。带弟弟回答你说有味道，这个味道好好闻。我跟你说，吓死！不会啊，我马上就发财了。对。211好色，嗯。嗯，就是安全，就是没有哇哦这种感觉，没有，好看，但是没有哇哦的感觉，因为它会有点偏棕，或者是有点偏那种，偏那种土色，就有点偏泥巴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没有到哇哦。这个很好看、啊，这支元素还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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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好的，对的。但是嗯，就是你知道会是不是年轻女生用的一支颜色，是要那种妈妈的，或者是那种宝妈，或者是年纪稍微有点偏轻熟龄的人去用的一支颜色，不是那种很年轻很时尚很洋气的颜色。好，那要看谁涂吧。 YSL 的合作应该可能接下来一年就一场直播了吧，双十一再来。哦，好好卸哦，你知道吗 ？YSL 以前的唇釉真的特别不好卸，超级超级的染唇、嗯、啊，这一支完全不染唇，但它是，但它不哑光啊，我觉得，它的质地没有那么哑光，它是那种半哑光质地。嗯，我觉得它其实没有大家可能我想象的那么哑光。是的，请你认真上班啊、哦，先不要玩手机好不好？配合一点吧。下一支121，没有玩手机，你在干嘛？121，番茄，好好看这只。口红是给大家试色，不是卖啊，不是天天卖货，这不是卖货。这是给大家评测 YSL 最新的那个哑光黑管哑光唇釉。这支颜色比较适合年轻女生涂。这几号？121。121。哦不，212，不好意思，212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212号色，212号色，这支颜色会更适合年轻女生去涂的一支，可以看到吗？它比较的适合于年轻女生涂的一支颜色，这支颜色会更加的适合年轻女生。刚那一支会比较的偏年长的女生涂的颜色，所以这支颜色我喜欢，我会更加的喜欢121，而不是12211。不，我更加喜欢的是212，而不是211。对的，我会喜欢212号色，这两件颜色有区别的哦。这俩确实颜色很近，这两件颜色特别近，但是我觉得212号色更好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两件颜色很接近，但是212号色更好。这件颜色比较偏妈妈，比较偏成熟；这件颜色比较偏年轻少女色，可以看到吗？这件颜色比较偏年轻少女色，好不好？对的，两件颜色有一点点的区别。脸一点点的区别，所以我212号色会比较喜欢。帮我把212号色放到外面，把211放里面，放旁边吧。对，放里面。他们说216放外面。来，我们下一个216。216在这里。216豆沙色，它质地真的好舒服哦。没有链接。216买。不卖。
这个在国内还没有上市，可以找舅妈买。舅妈现在应该不能上班吧？对，不能找舅妈。舅妈上不了班现在。舅妈说滚。在讽刺我失业了是吗？你们？很好看，这支颜色很漂亮，这支颜色很漂亮的豆沙。那是粉哎。嗯。它是粉豆沙，很年轻的豆沙。这支颜色很年轻的粉豆沙，这是超年轻的粉豆沙色，好好看。你知道这支颜色有点像什么吗？有点像 TF 的69号色，王妃色。它有点点偏 TS 69号色王妃色，好不好？这支颜色好看。舅妈是指代购，舅妈什么梗？就是代购就是舅妈。这支颜色好看，我喜欢216号色，好看。来下一支，216好看。就 OK Life 209，我觉得这支颜色如果湿到嘴巴上了吧，那我的嘴巴应该就卸不掉了。它不染唇的，你就这样，紫药水。好了，可以不要再涂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你为什么要涂那么多？够了，够了。其实这支很美，我跟你讲，这支真的很美。你再说这支美，你可能是对美有什么误解。这就是有一种另类的美，它不是那种乌漆抹黑的紫，你不觉得吗？它是紫，但是不是那种乌漆抹黑的紫，它就是紫的很纯粹的紫。然后你想象，算了，不想了。这支只有吉克隽逸可以涂得了，没有任何一个女明星可以涂得了了。好看。这支还有紫霞仙子拍第二集的时候，是《大话西游》拍第二集的时候可以用这支颜色。你知道我涂完这支颜色之后，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？想到了什么？盘丝洞。紫霞仙盘丝洞，白骨精吗？就是那种蜘蛛精。就是我马上就感觉就是那个西游记的那个就 BGM 就要出来了，可以帮我 P 个西游记的 BGM 吗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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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这种 BGM， 是那是那个就是妖精出来的时候的 BGM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不是女妖精出来的时候的 BGM。什么 BGM 不知道。就是我感觉我就是个妖精，但它很显白，没错，它非常显白美，但它真的就是 Oh my god， 什么白骨精啊，什么各种精啊，蜘蛛精啊，就那种突出的颜色，火龙果的感觉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吃了一颗火龙果，红心火 No， 红心火龙果 No， 你们不要买哦，求你们了，不要买。下一个，他们说王菊不服。王菊要求应战，王菊可以，王菊可以，王菊可以。凭什么杰克森你可以，我王菊不可以？来下一个，我想是，这个已经试过了，就是放后面的是吧？嗯，我想是什么颜色呢？206吧，很多人刷206。真的吗？206很多人刷。嗯，好看那火龙果，你去给我扮演火龙果去。204也好多人刷。这两件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吧？啊，这两件颜色有区别吗？是我鬼打墙了吗？这只，哎，你这样一对比，这个啊，这个209好好看哦。你再说，真的，你疯了，你真的有点 ，no， 不行，206号色不行，这两个颜色没有区别了 ，no。那204吧，204，204，嗯。哇哦！干嘛？哇哦！你嘴巴脱皮了。我知道。哇哦！这奶茶色是吗？好好看哦！你确定吗？这颜色不是以前你很讨厌的吗？你仔细揣摩一下再讲，没关系的，可以大胆讲的，这我们自己也花钱的，我们花了多少钱买的？我跟你说，这支颜色很好看，这支颜色非常好看，这支颜色画欧美妆女生 ，Oh my gosh， 这支颜色欧美妆女生画它真的超，你让我对自己有了一点怀疑，你不懂时尚，你不懂时尚，好好看这支颜色。Trust me， 很白女生买这支和很黑女生或画欧美妆女生买这支，这支颜色超美，
这件色超美，好有气质，这是气质本质。嗯，怎么说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看，就是一个综艺节目，有一个女生，我觉得她很适合这件色。我肯定没有看，你放心。就是，好了，我没有跟那个节目打广告，我只最近只看那个节目而已。就《青你二》，嗯，《青春有你二》，里面有个女生很适合这支颜色，哇哦，叫做谢可寅，啊，谢可寅，我没说错吧？对吧？对，就是有点像那种，就广东妹妹会很适合这种，你知道广东妹妹就是不是什么，我没有地域歧视啊，我就说就是那她是那种很豪爽，然后又很就是。我接下来说那个词是褒义词，我不敢说，那就算了，我真的不敢说，就不要说了。我看你好艰难啊，就是很敢做自己的那种。我怎么说？我不太敢说，真的不太敢，就是有个性嘛。嗯，我想说这个词，屌，我不懂这，表对啊，他就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他很。他不是那种就是大家认可上那种美，或者是那种很好看，或者很女生什么，他就是那种爽爽的女孩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爽爽的女生会用的颜色，这颜色真的好好看，就是那种台妹或者是广东妹妹那种豪爽和那种，好，我现在说那个词是褒义词，就是表的女生 ，slay， 对，好不好？就这种颜色真的很好看， Slay. 这颜色非常好看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不是说谢可寅是广东女孩，就是我会觉得，有点像就是很飒的那种女生涂的颜色，好不好？这颜色真的很好看，204号色可以买，204号色真的可以买。下一支想看什么？下一支大家想看什么颜色？来，我们下一支看一下什么颜色啊？204过了。我想看205吧，我们看是205好不好？哇哦，天哪，这集也很妙哎。哦，不行，天哪，好吓人。天哪，完蛋了，这是你最后一支颜色了，不用试了。这支下一支预定。天哪，这支颜色，我的妈呀，擦下我的牙齿。哇哦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最近真的女明星不能走红毯，我涂的有点丑啊，我重新再涂一遍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女明星们，你们可以走红毯的时候请买它，你们可以走红毯的时候赶快买它，这支颜色要你的化妆师帮你买好，这支颜色女明星们，我来给你们重新涂一下。你知道这个颜色我想到了谁吗？呵，王鸥啊，就是那个演那个就是演什么来着？伪装者对不对？嗯，对，伪装者。对的。还有他演过很多谍战片，就是。啊。哇，这几颜色我跟你说脱颖而出啊。静静，哇，这几颜色真的脱颖而出。 Oh my gosh， 这几颜色超级超级超级显白，这支颜色特别特别特别的显气质，
好好看哦，这件颜色女明星可以买它，气场十足，而且超显皮肤白。这件颜色是有一点点偏什么，偏眉调的正红色，很眉，很眉，眉到银，就是这件颜色你知道吗，眉到可能我的摄像机还不行了，我就要换高级的摄像机。这件颜色眉到我的摄像机会觉得有点点反，就有些发光。好好艳好艳好艳的正红色，这件颜色真的，我跟你说真的，这件颜色超显白，哇、wow, 就是那种很亮眼的颜色哦，205号色。但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有攻击性。嗯，是吧，就如果是有攻击性。如果现实生活中有人涂一个这样的嘴巴，我会觉得你不敢跟他说话，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。你现在说话这么大胆的吗？就觉得有点不会啊。嗯，如果涂个这个颜色穿个假脚托，然后就是衣衫不整走出来，我会觉得他有毛病。但是他如果穿得很漂亮很得体，一身黑色的裙子，哇，真的很美哎。太用力了啦。我说这些颜色是女明星色，就女明星走红毯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颜色，一定要在奥斯卡那种级别，也不一定要在奥斯卡吧，普通地方小奖不可以。哎，那小助理，什么是地方小奖呢？比如说什么奖是地方小奖？比如说美万年会啊，这就不行。来看看这支颜色，208号色，这支是不是还可以？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 Ruby Woo 的感觉。这支比刚刚那支好看。嗯，我觉得这支比刚刚那支好看。是，如果要这样比的话，208号色吧，买208号色吧，205、208选一个。你说一下花好不好？补的好多，好满啊！205、208，我喜欢二，我更喜欢208。205、208，我更喜欢208号色。哇，哦，这次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相机抓不到这个东西，我的相机真的抓不到它。这个颜，我这个相机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抓到这么艳的颜色了，这么亮的颜色了。这件颜色，我把205踢掉了，我把205踢掉了。这件颜色可以买，放前面。206，嗯，不行的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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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06，我的天哪，那几个我觉得 pass 掉了，所以这些都不行的事了，就是荧光 ，OK， 六零零咚，就是那种六零零咚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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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种颜色，嗯 ，YSL 的口我们试完了 ，YSL 的最新款全我们试完了，好不好？喜欢加西写作关注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觉得最新款的 YSL 的黑管唇釉，我会比较喜。推荐哪个？我跟你说，他们家的颜料用的好好啊！这次不是颜料，就是色料。颜料，色料用的好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完全不染唇。我试了这么多很亮很亮的颜色，完全不染唇。买这种208的颜色不需要薄涂了。哎妈，买208的颜色的话，你薄涂完全没有它的感觉了，你就直接买一个别的新点的颜色就好了。买口红，我觉得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就是你要买就是那种比较可以薄涂的颜色的话，你还不如去买一个它怎么涂出来就是那样的一个颜色。所以如果要买那种正红色的话，你就一定要买那种超级超级超级好看那种正红色，就是一定要把它满涂，涂满了之后才会有它那种感觉。来帮大家刷一下颜色比较推荐的三支。好吗？来，我们推荐的三支颜色给大家看一下哦。佳琪推荐的三支颜色，拿一支眼线笔给你。你看这支颜色好好看，这支颜色真的好好看。216，你是涂的204是吧？204。好，对。212、214，好像是这几个吧。啊不不不不，是212，对的，20。这支颜色是216，204，212，216，对的。
我看这个颜色有什么有没有没必要买哦，有必要买，有必要买，有必要买。一个豆沙，一个那种裸杏。好看一下，216，来帮我转一下。哦，还有208呀。但是208也是比较的猛，就是个比较哇，你看一下，它有没有像 Fancy Beauty， 它有没有像 Fancy Beauty 那支油漆？嗯，一号色，女王色，太有攻击性了，好可怕。208，我推荐4支。好啦 ，YSL 的最新款的哑光唇釉，我推荐这四支，一支204，第二支212，第三支216，第四支208号色，好不好？也是我喜欢的那个，就是程度来评的。第一支我最喜欢的是204，之前真的太可了，可甜可咸的少女用的，很刷的那种少女用的颜色。然后还有212号色，所有人用都好看的颜色，212超漂亮。216是比较偏温文尔雅的一种豆沙色，208号色是那种气质大开的红毯女明星色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。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产品有哪些。